某的抖音账号被我家教学生发现，然后还被嘲笑，觉得动作很阿姨之类的吧。Holy Ghost， 说你的抖音的抖龄多少？抖龄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抖龄。我抖几年了？我抖三，抖半年了。你抖半年了？抖半年，怎么还是烂烂的？给你抖音两件套，好，那你学的怎么用抖音？这些抖音两件套好高级哦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我妹有帮你找了抖音三观，放在我的最爱里面。然后我只要选这三个，我才可以过挑战。对，好，我接受挑战。我怎么这边有点想落泪的感觉？不是，我会，我刚刚有学过。好，我来看，我先刚刚有学过，先拿一看起来比较漂亮的这个女生，这个韩国女生。对对对，好难哦。我可以开始练习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要再看几，反正就这首歌的嘛。对，这个比较，这个好可爱。我想用粉红色头发这个。哦，那个双人的。对啊，可以啊。这个林俊杰的，林俊杰也有跳在这舞，有哦，后面很多妹子，还有林俊杰走到哪都有妹子，啊，有男生啊，有男生。好啦，连林俊杰都可以，你一定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他会跳，反正跳舞哎。其实我觉得你学的蛮快的。对啊，我可是会跳滴答滴的女人呢。完了 ，Blackpink 下一个成员就是你了。对，我要篡位 Lisa。我觉得你是 P 三，不是 Lisa。有在枪点上。对啊。One eternity later。大家两天已经过去了，快好了。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，我刚刚剪接我黏住了，我就说你的眼睛好浓。好，到了成果发表的时候了，我决胜点，赛末喽，赛末喽，好。不要给我拍个抖音，你在那边吃。好像有点肥，有点肥，对。而且我好憨哦，表情管理哦，表情完全忘记管理，这样好一点。离开身体，放开自己。音浪太强，不行，不晃，未必撞到地上。你就这样吧。我没有像他一样，有说可以这样，我来不及换。可以了。角度好像比较好。
超完美。成功 ，Go Go， 第二次，希望能直接成功。没曝光很好，存在。跳特效，不是加那个滤镜啊。10 seconds later。我已经是年轻人了，有模有样，我们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有够辣妹，真的超级超级辣妹，很漂很趴，好赞哦！对啊，超级成功，阿姨的成果发表会，哎，没想到哎，对啊，第二次超级成功，超级成功。